一题，为什么台中人开枪都这么难命中啊？什么意思？台中人怎么开枪？随便开是不是？台中人开枪方法感觉好难命中哦。什么是台中人的开枪方法？你看，我在二楼，你看，这样子啊？我看，这样是、啊。哟啊，亚弟，你要冲啥啦？来啦！来火拼呐、啊，亚弟！你是怪人。亚洲一六九零，我看菲菲加入队伍啦。哇、wow. 哇、wow. 啊！我可以选造型吗？不行吧？啊，我想要选一个电灯泡。啊？异世界转身，它子弹有分大枪、小枪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我太高腰了，我那个子弹，我的子弹真的太高腰了，在我的胸部。甚至配看起来像小偷。你自己先像小偷，而且你还弯腰，你是不是坐在椅子上？对啊，因为我刚刚选坐着玩的模式啊，它居然是这样的吗？你不拼，它能不能修正的高度啊？啊！你们直接开始啊！拉起来嘞，怎么办？第一波，啊、然后嘞，东西就想拉。不是，欸、看我们都还没开始，就直接跟这个啊！哎、欸，嗯，来了。你怎么打不到、啊？哎呦，后面，菲菲你先守后面。不用了，换不了灯，还没用到啦，换不了灯呢、啊，还没用到，怎样换不了灯？你要按那个 A 键把它拔下来啊。这可以吃，那可以吃吗？这么吃的可以补血，给他吃吧，他不要需要了。嘴巴张开，吃这个，你转快，你残血，嘴巴张开，快吃他香肠，嗯 ，OK， 赞哦。谢谢，不客气哦，不客气，谢谢你的加强，不客气。哪里有替换的、啊？我也要换。你不要打我的枪线呐！这个，你后面有僵尸，你后面有僵尸，你不要打我的枪线，你那边挡枪线，我那边开枪，有人过去，我在射破他的头。啊！到一天你后面。到底你好耶！看他们打僵尸的姿势超好笑。哇，好多哦！哎，我才刚起飞，我马上被打死。走好！哎，后面。这怪直接涌哇，太多了吧！太多了！哇，不花多。子弹记得没拿，先丢地上，好像会刷新是吗？没有，我刚才后面被偷袭，我没注意到。嗯呐。三个人要守四条路，真的有点困难。主要是我觉得复活的时候血量给太少了，很小心。啊、没有给回血的啦，还是我们换一个关卡？来不及。我们换一个关卡好了。好啊。你不要拿刀子砍自己好不好？No！ 你干嘛这样自残 ？No！ 我也不想。这刀怎么用啊？哎、欸，我捡到一把钥匙哎、欸，可以开吗？这边有个门，不知道它上面写这里啊 ，P 一。钥匙孔，钥匙孔明就在这里，然后你插这个手把。下面一点啊，没有，我插钥匙孔啊，我插钥匙孔、啊。那不是钥匙孔啊，这是啦，这是钥匙孔啦。下面这才是钥匙孔啦。我插了，我真的，我看到的是钥匙孔。来，给你，来，我们交换，来，三二一。啊、我完全没接到。你看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开啦。开了吗？嗯，我的钥匙嘞？嗯，钥匙去哪里？啊，不然这样啦，弟弟，你从那边钻过去，你的体型比较小，
你从那边钻过去，然后进去帮我们开门。对对对，过不去啊。可以看你头伸过去就可以了。你要这样子往前這樣。不行不行，那你这里过不去。可以啦，你这样转，你这样，你看，变小变小。有没有看我是不是过去了？有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嘞。可以啊。不行啊，我的脚只要一步过去。哎、欸，我再试一试，你看看啊、喔，你看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过来了？我是不是过来了？你看起来像笨蛋。要你在哪边拿到的？我刚刚钥匙在这里，我直接伸手进去拿。这里，看看，这个吗？上面写什么？上面写，你说钥匙还是门上面？钥匙上面写什么 ？Pisonila 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它上面写 Pisonila。来，你看 ，Pisonila。啊，哪个门可以开？我看看，上面吧，那个蓝色的，蓝色的门吗？哎、欸、，Pisonila only， 对不对？对。哎、欸，有，开了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哎、欸，上面有狙击枪哎，哇、哦，上面有狙击枪啊！合成台在这里啊！现在 ，AT， 为什么台中人开枪都这么难命中啊？什么意思？台中人怎么开枪？随便开是不是？台中人开枪方法感觉好难命中哦、啊。什么是台中人的开枪方法？你看，我在二楼，你看，这样子啊？我看，这样射啊。哟啊，亚弟，要创啥啦？来啦，来火拼啦、啊，亚弟！你是怪人。台中枪法，哎、欸，其实可以耶，只是有点浪费子弹啊。哎、欸，我掌握台中人开枪方法了，他手好酸哦。狙很高，手很酸哎、欸。哦，因为我没有台中魂，确实。你这个不像，你这个没有台中血统。要不然怎样才像？我这个祖先有台中血统的，要这样。有啊，我手狙很高哎、欸，我手举过头哎、欸。你不止手要举过头，你还要围蹲，这样才像。哦，围蹲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桃园枪法不一样。上楼，我也没子弹了，我也没子弹了。你上楼了吗？还没，我在楼下风筝他们。还可以风筝啊？对，台中枪法。我死了！你死掉了，我没子弹了，贝贝，我没子弹了。我庆忌，我庆忌，我台中枪法把子弹全部打光了。我帮你挡子弹。死了，你死了。笨台中枪法。呀！呀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看，我们全部打了，对不对？我也是。